王一博平时工作特别忙，今天应该是没吃饭过来的，对不对？吃过了，吃过了。听说你非常爱吃鸭，对不对？对，好的，他就是非常爱吃鸭。我一天最高纪录喝了10种口味的奶茶，就是一种喝一点点味道。那不是很浪费吗？那不是很浪费吗？王一博，你猜猜看。42。你那么时尚啊！你这。那你在这个地方潜水是不允许涂任何的防晒霜以及化学制品，它对环保的宣教非常的好。来，那你怎么还这么白呢？一博，你是自己买票进去看？对，在北京三里屯。是哪一场都有哪些人？要证明一下，都记不太清。我们就纳闷，你怎么抢着的票呢？我是去了之后就刚好有票，我是真的就是闲着没事然后进去，也就觉得车上那个感觉劲儿的，欠的就进去了。一博，你等下上去也要按这个辈分来。好，你现在叫王一博，是叫王一博。九博，王九博，王鸡博，博王鹤博，鹤博也好听。王鸭博。刚才一博问一问，你问一下，就住的时候还有这旁边拍照，你在救援的过程当中，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操作，是不是直接导致小小的失误？这是为了将来复盘啊！我圆的怎么样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别问了，孩子。